先别下，等一会儿。凭什么拦我？你们零零后搞什么？自己不下楼还挡别人，连尊老爱幼都不懂。两位小哥哥，要不让这位老人先下去吧？现在不能下去，您听我解。来人评评理啊！零零后小伙欺负人，你们怎么能对老人动手啊？不好，小雨。你们原来是要救我。我们接到通知，下面会有洪水，所以在这里拦截路人。那你们是？前方出现重大洪灾，请全体人民子弟兵准备抗洪救灾。零零后新兵已准备完毕，我们保证全力以赴保卫人民。这位老人我们来照看，你们放心去吧。我一定会向你们证明，零零后虽然年轻，但我们已准备好承担起保家卫国的重任。